愛復課之後做了整個禮拜功課，終於從呢個外太空的太陽系飛回去地球拍片啦。話說咧，我哋中學生咧都復咗課一段時間啦，由我哋呢個嘅宇宙銀河系漂浮翻去地球個居住，咁唔知道大家又習唔習慣呢？大家覺得停課同課有咩分別呢？我自己勁多功課，咁究竟有啲咩分別呢？大家一齊嚟睇下。得唔得闲出嚟玩？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，得啊！阵间出唔出嚟行街啊？行咩啊？唔使做功课啊？你有好多功课冇做咩？功课，功课。Google Classroom 咩嚟噶 ？Zoom 咩嚟噶？好多功課啊！哎，上堂啦，等我開翻先。OK， 瞓觉。喂，上紧啦，上一堂。喂，老师话开始测验咯，乖。快入 Discord， 一齐入 Discord， 入 Discord， 我哋倾下，我哋倾下，入 Discord。唉，好怀念之前停课嘅日子啊，可以出猫。嚟开始啊！